好，我就继续分享画面喽。那刚刚有提到下一次上课啊，我先讲一下哈。下次上课的内容是比较针对Arduino 的，就是开放硬体的技术部分，包括，不是只有限制 Arduino 了，就开发板的，比较进阶的部分跟电有关系的，比如说那个大电跟马达的使用，这是一般人比较，就是没有电的基础的老师比较困扰的部分，还有那个韩式酷型的模组。它的积木的使用方式通则的部分我都讲通则的部分。那所以下个礼拜是就7月14日是针对技术的部分最后还有一个就是如果你是教育职场负责推动的人有没有一些什么方式可以比较有效率的推动这样这是下一次的。那我们就继续刚刚的内容好，所以其实动机的部分真的在教学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那以前我在上自然课的时候，我们学校老师的小孩有被我教到，然后有一天他就。因为那个老师是比较严格的老师有一天他就紧张兮兮的跑来找我，然后我以为他要跟我兴师问罪什么事结果他就说，他说文胜，你到底自然课是怎么教的？害我很紧张结果呢，我就问他说怎么了，然后他说，我们家小孩啊，上完你的自然课之后啊，我那时候教的是那个星座。然后他说："我们家小孩上完你的课之后啊，回去啊就一直跟我们问，说那个什么星座怎样，然后一直上网找资料，不肯睡觉，然后又买了好几本那个跟星座、跟太阳系什么有关的书。他就问我说："你到底是怎么教的？"这样。所以其实我的教法一向就是动机会放在最前面，摆在最重要的位置那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就是给他们讲星座故事，让他们觉得这个东西非常的奇妙，然后其实就是用了这一个，给他丰富的生命旅程，给他看他没看过的东西，给他经历过他不知道的事情，让他非常的有兴趣，那有兴趣就会有欲望，就会有动机，想要去做学习。那一旦这个小朋友有了动机之后，即使你的东西再怎么难，或者是说那个学习可能会有很多的辛苦的地方，他都会不怕辛苦，他都会想办法去克服，会找人帮忙，所以怎么样在你的课去安排这些东西？像我们最常讲的例子就是，你如果做的专案里面有那个投篮机。画面上要呈现投篮的角度，那就会需要到二次曲线，那这个是国中才会教嘛，那所以那个小朋友如果只抄，他一定不甘心，他会去想要去了解这个二次曲线到底怎么算，
甚至就会去学到那个物理的那个重力加速度那个部分啊。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给各位参考，我觉得动机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回到因为今天有讲了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所以你会发现运算思维它是一个利用科技的方法，科技的设备或科技的这个技巧、知识，思考的方法，去解决一个问题的一个思考方式，一个方法，这是运算思维。那设计思考也是，但是这两个不同的差别是在于，运算思维就这上面看起来，它就是你已经有一个问题，所以你只是要。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你有这样的能力的人，你可以当一个很好的领导人物啊，因为所有的问题到你那边都能够被解决，所以你在学校就可能是一个班长，你就可以胜任一个班长的任务；你到公司行号，你就可以当一个经理啊，经理的任务啊。但是呢，你会发现说，哎，那他是解决问题啊，那如果今天没有人给你问题怎么办？没有人给你问题啊，所以这时候就用到设计思考啊。当没有人给你问题的时候呢，就设计思考，它是可以在情境里面去探索、去发现、会找到你的问题，然后确认你的问题的真实的内容啊。所以如果你只学运算思维是不够的哦。是远远不够的，你就只能当最多当到一个经理。那你学那个，如果你上课只有教程式，只有教那个机电的技术，那以后他就是一个工程师，最了不起给你当到一个 R&D 部门的主管。所以你当学运算思维，你教他运算思维，他至少可以当一个 leader 领导型的人物。那如果你学设计思考呢？他可以去找到生活中的问题不变，然后去做一些，去把这个问题抓出来，去解决它，去找到它的市场，找到它的定位，甚至它可以开创时代的需求。它可以预料到这个未来人会有在网络上互动的需求，所以呢，就会像祖克伯一样写出脸书。他就可以开创时代，所以学设计思考的人可以开创时代，所以这三种不同的内容各教出三种不同的孩子。那当然你也不能说，好吧，那我就只教设计思考，那不行啊，那个社会是各种样态都有的，所以也要有小螺丝钉，所以要有小职员，也要有经理。也要有那种很有想法、开创时代的人，所以三种你都要教。那至于学生他想要当哪一种，就让他自己去做选择，因为你的小孩不是你的小孩，他是未来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所以他的人生是由他来做选择啊，你不用替他负责，你也没有办法替他负责。但是我们做教学的老师，我们就要给他具备这三种能力都可以。到时候呢？他如果有这三种能力，那他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今天想做一个，我今天想做一个这个职员，或者想做一个老板，我有了云端能力，我顺便给各位看一下这个，这是我自己分析的，这是前年花莲要发展花莲的课纲的架构。所以我就提出了这个愿景。那这里面呢，后面三项就是属于五 C，就是教育部课纲里面的五 C 的部分。那五 C 里面没有提到上面这两个，上面这两个，那我认为这两个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如果不会自主，永远要靠老师，那永远靠老师的人，以后不可能不会是一个可以在社会上生存的人啊。所以你的自主学习力是很重要的，你必须要有快速自学的动机跟能力。所以请各位
心智图真的可以好好的教一教，还有那个赋予动机的部分，要好好的去想办法去赋予小孩的动力哈。然后另外云端城市里，未来很多会有很多不只是在家工作啊，在家要跟人家沟通，甚至你会写程式，你的业务会从云端处理的。我带个笔电，我可以去海边上班。哦，我带个笔电可以去麦当劳上班，我不用一定要去办公室，可以自由自在，不会受到地域的限制，哦，时间的限制。所以这几个能力呢，我觉得是目前也是就是目前跟未来最重要的几个能力，各位可以参考一下哈。好，那回到，好，所以我们说，你到底要教出一个怎样的孩子，让学生。啊，你至少能力都教给他，然后让学生去决定他想成为什么，啊，想要成为什么。所以各位真的很重要哦，各位真的很重要。好，接下来我们回就是继续到那个课程的内容的分享部分。那我们刚刚呢有给跟各位说就是，好，刚刚我分享的是从如果你是上小组题。从上中间下来的部分，啊，我们会用把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去做融入的部分。那现在我要从下面往上，就是针对那个中年级刚开始进来的孩子，完全是空白的纸张的时候，我会怎么去上这个课？那上次有讲哈，大概就是1、2、1、2、1、2、1、2、3章哈，所以呢，我们刚开始会教基本概念。教完概念之后，给一个这个概念的应用，让他去做练习，1到3个哈。所以像数学课一样，教完定理了解之后，给你3个例题去做练习，然后确定你能够完全了解这个概念，我才继续下一步。好，那所以如果你是这一种方式的话，那就会比较适用我这个流程。好，先来一个小主题的理解，然后再一个小应用的练习，啊，然后这几个轮回几次之后，再跳到小主题的诗作，啊，所以我就可以直接用那个曼陀罗，啊，我们直接来看到曼陀罗小主题，比如说这也是用曼陀罗就可以了。哎，我先跳开一下，刚刚那个没讲到哈。不好意思，各位先回到刚刚那个 PBL 的形式那边。好，我们刚刚讲 PBL 除了可以直接给主题之外，好，可以直接给主题之外，我也可以直接让他去情境体验，去在情境里面去体验问题啊。所以如果我给他这个情境，这个是去年蛮热门的题目啊。好。国小都没有冷气嘛，哈，所以大家都很辛苦啊，上课没有冷气吹。国中好像是部分会有，好，那高中以上大部分都会有，所以高中大学是很幸福，那国小真的很辛苦。所以我们把问题丢出来，然后他们也置身在这个环境里面，所以就要让他们去想说啊，那你们有没有什么办法去确认这个？就是，所以我把主题放在中间，曼陀罗让他们去想。哦，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他可能就会找出几种各式各样的方法，那你也不用限制，就拿来做讨论啊。比如说，那我们以后改绿建筑，一边上课一边吃冰就不会热哈，很棒哈，很有创意啊。把教室改成游泳池，直接泡在水里上课啊。每个人都有厚纸板或那个扇子，和官员交换上班地点啊，很现实哈。这以后是当官的材料，好，你看官员都在冷气房办公室做政策嘛，哈，但是我们在现场很辛苦，他们都不会想到，没有办法体身同感，身同感同身受了，哈，啊，那装冷气啊，或者是加装电扇之类的，好，那因为我们是要上课嘛，那既然是要上课呢，我们就要这发散之后要收敛嘛，要聚焦，所以我们就挑一个我们在资讯课可以做的。啊，就跟他讨论之后呢，我们来做改善教室循环好了，这个是我们平常在上课可能是可以实施的，可以做的，所以我就挑这个东西当做下一个阶段的主题，所以我把这个就放在这个阶段当做主题。
好，所以我们的现在的重点就是变成改善教室空气循环系统，所以这个是第二阶段、第二层次的曼陀罗啊。好，那一样做改善这个空气循环，你一样可以想到很多种各式各样不同的解法。那所以有人要建议在气窗外加黑色导管啊，因为太阳晒热的时候，那个热空气会上升，黑色容易吸热，所以里面空气上升。那个管子里面空气就容易流动，那就会有抽气的效果啊。那或者是教室的下方加抽风扇，把冷空气从下面抽进来。那网络上有流传那个保特瓶，啊，把前面切下来做成一个窗户，那利用那个气压大小的方式做对流啊。然后有绿色植物的大量种植啊，哦，或者是教室外面做一个护城河啊。哦，有水哈，会增加那个空气的蒸发，把热吸走。啊，利用冷气的原理制作那个水帘，啊，就窗户外面要滴水这样，水帘幕哈。还有地板洒水啊，走廊地板洒水喷雾，啊，那个空气吸热的过程中会带走一部分热量。然后屋顶的电扇改成往上吸，不是往下吹哈。啊，那一样，我们要做实作嘛，所以又再度收敛到一个上课可以实作的内容，所以我们就会选这一个，喷雾系统当做第三阶段。好，进到第三阶段就要开始要实作嘛，对不对？所以实作的话，就会直接来设计这个自动温控系统。好，那你就要去考虑说，我要用哪一个板子？我如果不需要网络，那我就可以挑 Arduino 就可以解决。那如果需要网络，我要送一些大数据，要做一些统计分析的话，那我就要可以用一些网络的 LinkedIn 或是其他的有网络的一些形式哈，然后列出一些需要的元件，然后我可以把硬体的接线图放上去，然后我各部分的积木它的程式的流程 SOP 啊，然后我要怎么样收集数据，怎么运用，怎么跟你的手机做互联，系统的方块图、成本的概算、系统的配置等等。他就可以把这些东西做出来，然后就可以直接去实做。好，那这个是回到刚刚那个 PBL 的部分了。好，那现在跳回来哦。各位现在把场景拉回来，我们如果是针对刚刚的，就是基础班的，他是先学小概念，然后再小应用。那这种东西，我们通常会在小概念阶段，我们会直接先讲原理。比如说我们今天如果讲数位输入，上次有跟各位提哈，那个数位输入部分，然后就会拿一个按钮来当做例子，那所以呢，就会跟他解释，什么叫感测器，什么叫数位型感测器，然后这个按钮的工作原理，然后讲完之后呢，就是上次讲的那四个步骤，先了解，再测试，然后先观察，再使用。那所以他就会去观察那个讯号的部分，然后知道这个讯号进来长怎样之后，才可以去写程式去玩这个感测器。好，那整个概念实作了解应用基础的应用也做过之后，之后我们就会来给他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那这个事情就会牵涉到数氧化。那数氧化有两个阶段哈，第一个。他必须要知道说生活中有哪些是用这个东西的原理去做的，所以我一样就会出一个功课，一张曼陀罗，中间呢我就会写，请你回去探索你家里或者是学校的任何的设施，它是属于这种数位输入型的，那你就把它写上去。不管你是一个人做还是分小组去讨论都没有关系，他就去找各式各样。那重点是呢，因为创造力，那个探索是观察力是创造力之母，所以他要懂得观察，他要去观察他的生活，他能够发现一些细节问题，你才有办法，以后才会有办法创造。所以你前面那个观察阶段就是用这一张就可以解决，用这张就可以解决。所以他会找出很多是这种只有两段式的机关的触发开关的那种开关它都是属于滑鼠的按钮，
这个都是属于两段式的，那就是两段，就是只有开跟关这两段啊，那这一种就是属于数位输入的，它就会找出来，那找得出来就代表它对这个概念就十分的理解了啊，所以这个是前半段观察力的部分，那后半段创造力的部分是在你把这个课啊，这个小应用练习完了之后，甚至你给他做了一个小主题的诗作，做完了之后，做完你的小课程之后，我们就会再给他一张曼陀罗。那这个部分就是想象力、创造力的部分。我就会请他想说，那有哪些东西是应用这个数位输入的方式，两段开关可以处理的？而且是生活上还没看过的，还没看过的，好，啊，你有想到，你觉得你可以用这样的原理达到，你就把它写在这边，啊，所以他就会去想，哎，只要是用这个原理，但是我又还没看到的，那他就可以把它写在这上面。那因为想象力这种事情是要培养的，你从来不让他去思考，他就从来不会去想。所以这个东西一开始做的时候，其实不管是老师自己做还是学生做，一开始都很辛苦。索性脑神经的一些原理显示，你有给他格子，他就比较容易去填满。啊，所以针对初级班，反而是这个曼陀罗会比心智图容易操作。那心智图的话，你要最好是一开始要大家讨论。有人抛 idea 出来，后面才会引发大家的联想。但是如果你自己一个人一开始就一张空白，叫他心智图开始做，其实是会比较难哦。所以如果一个人做，我会建议先做曼陀罗。那有格子，他自动就会去想，比较容易去把它填满。他就会想说，哎，数位输入碰到就有反应，碰到就能启动，或者是经过不一定要碰到红外线的哦。那所以，比如说他在厕所，对，厕所，那厕所很多东西是可以，就是一段式就可以启动。比如说，哎，我离开马桶是一个动作，那我是不是在马桶盖后面那边我放一个感测器？那只要你人一离开马桶，我就冲水，这样是不是就完全自动化？那这也是两段式可以做的。那你不想要它接触，那你就改用红外线或超音波，对不对？所以它只是挑不同的感测器，但是原理是一样。好，所以你只要一走到玄关，然后呢，一接触，一感受到有人经过玄关，那系统就自动去抓，去呃去网络上抓取今天的天气概况，直接告诉你，哎，今天会不会下雨，要不要请你带伞？好。之类的啊，那所以他就会想这样的东西去把它填满。那当然，那个想象力越丰富越好，不能现阶段无法达成的也没有关系，它只要是符合这个原理的，我们都可以把它放进去。好，那另外一种做法啊，所以其实你看你如果是这种基础的方式哈，你在做你的主题之前，你在讲完你的基本的应用之后，然后做完小组题，其实就可以给他这两张学习单，哦，一张去做探索已经有的，第二张就是去想象还没有的，好，那当然你也可以给他，一个叫做333学习单，啊，因为那个曼陀罗比较大格，对不对？就是里面要想八个东西啦。如果你觉得你每一个主题上完这样都给这样的作业太多。那其实你可以给他一个简单的333学习单。那333学习单呢，其实就是，就是一张纸哈，你直接把它，分三段，所以也是一张纸拿来折三个部分就可以了。哎，我的表格很。好，一张纸直接来分三个表格就好。然后三个表格呢，你写什么哈？要求他们写什么？其实很简单哈。我们在这个其实是从那个
这个方法其实33学习单很久了，从自然科那边过来的，那方法都可以套用。那第一个是我学到什么？就是对这一堂课的了解。好，我学到什么？这个字体比较奇怪啊。好，那第二个部分呢？啊，第二个部分呢，就是哪边已经有这样的东西，就是已经有的，就是叫你去探索啊，探索生活上已经有的。那当然，第三个部分就是想象还没有。我就直接打在这边了啊。好，那所以一张纸你把它分三个部分，三格，就每一次上完课你就给他这张学习单，就这三个部分让他去填啊。那你如果怕他填太多，就是预交，我们一次三个就好，啊，一次三个就好。所以他每一项，我在这个课程里面学到什么，叫他把三个重点，不管是用写的用画的都可以。好，这样子就可以减轻他的作业负担，但是同时呢，又可以学到，好，又可以学到那个中间的探索跟后面的创意发想，好，那所以这样子就可以去培养他的素养导向的能力，也可以培养他的创造力，啊，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蛮好用的哈。那当然，你的整个小主题做完之后，告一个小段落之后，你一定要给他回顾学习。啊，包括我们刚之前所讲的，你的小模组新拿来的小模组，你是怎么样去使用的？怎么样去了解和使用的？刚刚那四个步骤，对不对？你要再提醒他一下，这样他以后第一次回课程回顾的时候，就跟他说，哎，我们上次有跟各位说，你那个小模组拿来新的模组，不认识的模组，你可以先了解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模组，你可以上网查，可以老师跟你讲，或者你去问别人都可以，透过任何方式去做了解。所以第一个步骤是先了解，然后再测试，对不对？所以你要把它接上去，透过我们上次所讲的 GVS 的共用的方法，好，你就把它接上去。接上去之后呢，你去看它的讯号是不是规律的讯号，然后来断定它说这个模组是不是 OK 的，正常，你可以使用。然后再来呢，先观察再使用，啊，所以你在观察它的讯号是靠近变大呢，还是远离变大？啊，数字最上限跟最下限是多少？啊，这个都是可以观察的内容。你知道这个内容跟实际的状况的比对之后，你才有办法做运用。所以你提醒他四个步骤：先了解、再测试、先观察、再使用。然后第二次上课的时候，教新的东西的时候，模组拿出来就直接先问他，小朋友，新模组步骤，然后第一次可能有人讲得出来，很少数，第二次但是第一次没有关系，你就再复诵一下，先了解，再测试，先观察，再使用，啊，然后要求他复诵，啊，小朋友要多感官，比较容易记得起来，所以要求他复诵。啊，复诵之后，然后就接着做第二堂课。第二堂课做完之后呢，第三堂课要进行的时候，一样新模组再拿出来。这时候小朋友应该会有一半的人会讲得出来步骤。啊，然后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你每一次一开始都不厌其烦做这个动作出来。等到第八次、第九次，小朋友说：“老师，你不要再讲了，我们知道了。”这时候他就已经完全内化了，你以后就不用再讲了。好，那以后他就可以每次拿到新的，他自己去研究。好，所以这个部分真的会对你以后的上课会有很大的好处。那所以我们就会给你一个流程，基于这种基础型的课程哈，我们就会先让你先了解，然后再去应用。
啊，先了解你这个是到底是怎么用的，然后再去实际上去应用，然后再来就是刚刚那个学习单，探索跟想象，哦，然后把它实做出来，就是你的想象之后还可以再加延长的课程哦，比如说，我们刚刚如果你去教那个。啊，比如说你教完那个数位输入或类比输入，然后我们这边为了鼓励他做想象嘛，哈，所以还会有一点，这个部分顺便也给各位参考哈。啊，比如说你教到这个红外线感测器。那你知道它可以侦，就是你们在讲原理阶段，你们做测试阶段，你会发现它可以侦测黑色、白色，你也可以发现它可以侦测前面有没有东西挡住，然后还可以侦测就是在前方的东西距离有多远。那你就根据这些原理就去想，其实一个格子里面只要放一个就好。我只是为了给各位看，可以想很多东西这样，所以我一个格子可以放很多东西。那但是每一个格子的功能啊，就是它是利用什么原理的，我可以写在这边啊，所以我就随便举几个例子哈，就是基础型的，就是你可以侦测颜色，那就可以拿来做自走车，你可以贴胶带，它可以侦测黑色、白色，就可以跟着那个边界去走，好，然后也可以侦测说。触发啊，就是前面有没有东西挡住，你就可以触发一些东西，触发机关，哦，或者把它拿来当做乐器。那红外线是不用接触的嘛，所以它可以当做一个非接触型的按钮啊，所以可以在上空它就感测到你的输入啊。那你可以加入一些其他的元素，比如说加入时间的元素，那你就可以做进阶的运用啊，比如说跑操场计算速度，经过第一次到经过第二次，这个速度时间减起来。然后用它的操场的一圈的大小去除，那变成你的速度，啊，然后也可以测量下一次的时间，啊，测量那个贴近或远离之类的，你就可以想出各种不一样的内容。那这些小应用，你就可以把它放在这后面的实作课程去分组，啊，去制作。那所以变成说，你可以上的课的材料就非常非常的多，啊，你就。光教一个小模组，你可以有用不完的课程的 idea 去试做这样，啊，然后做完这些东西之后再做分组，再做那个分享回馈，然后最后呢，啊，就记得让他们成长，所以要去总结一下你前面学的这些东西的过程，然后顺便跟你的生活要扯上关系，啊，最后一定要做这一件事情，这个就是所谓的小故事大道理。你一定要跟生活扯上关系，扯出那个大道。小朋友就以后他做任何事情，他做任何学习，他都会去想那个背后我可以应用的地方。哦，所以我因为常常做这样的练习，所以我现在不管是看看电影，哦，看那个连续剧，即使他们剧里面讲到的是这件事，那我就会去联想到我在教育上可以怎么去应用。啊，这个就是我常常在练习，我有那个后摄监控的机制，然后我也常常做这样的一个发想练习，我就会具备这样的一个能力。啊，然后所以人家很多人说我的思想很跳痛，啊，我就说我不是地球人了啊，我常常想到一些人家想不到的东西，因为我就是常常做这样的练习，所以这个能力很重要。所以你看这个流程里面，前面这个阶段其实它是。在培养你的自主学习的能力，啊，那中间这个阶段呢，是在跟你的生活结合在一起，素养导向，啊，然后可以培养你的创造力，啊，然后后面这个总结又会回去培养你的自主学习的能力，啊，所以我们在基础上课的时候，我也会这样子去做处理，啊，那我讲的方法都很简单，包括你刚刚九宫格、心智图。哦，甚至这边还有一个双向系目表。双向系目表，各位在做，其实是我们在做这个
高层次思考啊，在做对照的时候使用。那双向信用表呢，它就是上你也可以就是用一张纸可以去折，直接折了，看你要折4×4、5×5，或是4×3、6×7，看你要怎么折磨学生哈。越想折磨学生，你就把它折越多个。然后上面这一排呢，就是第一种元素，左边这一排就第二种元素啊。所以你只要这两种元素给了之后，你中间这一个格子就是用它的坐标对过来，你就要把这两个元素结合在一起，产生这一个新的东西去发生创意。所以创意这一件事情不需要一定要凭空想象，你没有想象力，没有想象力的人，你可以靠这种强迫结合的方式，你就可以有无数的创意。我们这边举实际的例子，比如说你教到旋钮的时候，如果你还有教其他的感测器，你可以旋钮加按钮，那旋钮加按钮可以做什么？你就去做想象，比如说按压式的小喇叭。我就转到某一个地方是决定什么音色，那我按下去是发出那个声音，所以你就可以用一个按钮跟一个按键就可以处理所有的音阶。好，那或者红外线加了按钮可以做什么？可以抓距离啊，或做什么？然后比如说，好，我今天如果是把它放在生活上，你是一个这个你这边是你的感测器啊，学过了感测器，然后这边左边呢是你的生活上的一些物件，比如说你是 IKEA 的研发部的部门，那你公司最多的就是生活上面的器材哈，杯子啦、桌子啦、床铺啦什么，那你就把它写上去哈。假设好，杯子上面如果有旋钮，这会是一个怎样的杯子？可以提供怎样的功能服务？好，那如果说马桶上面有蜂鸣器，会是一个怎么样的马桶？啊，你就可以这样子去强迫学生发挥创意。那有时候你会收到很棒的创意的产品，那你们就有机会就可以在课堂里面把它实际做出来。那甚至解决问题啊，比如说教室吵闹这件事情，如果用感测器可以怎么去做协助啊？比如说我加个麦克风啊，我如果用个蜂鸣器，那教室吵闹我可以怎么处理？让他去做想象啊，就真的可以想象出很多奇奇怪怪的解法，然后也可以跟领域做结合，所以你就是把那个领域的教材拿出来翻一翻，然后哪些地方可以跟你的感测器做结合，跟你的 Arduino 跟你的机电整合做结合，你就可以去做那个部分的教具设施就可以使用，然后可以解决某些人的问题，做一些协助，比如说听障，我怎么样用声音感测去协助听障的人，然后怎么样用触控的按钮去协助听障的人，好，这些都有它的一些强迫组合的用途。那甚至你做的一些游戏也可以怎么跟感测器做结合啊，议题啊，学校的设施啊，什么园游会啊，会区的游戏，甚至啊你要做我们在比如说竞赛，这个竞赛如果是针对运算思维，这个是我用在猫咪杯竞赛的时候啊，如果你要在你的作品上去呈现运算思维的概念，双向信用表无疑是最好用的选择啊。运算思维概念，你就把运算思维概念五个写出来，然后我如果要做一个Switch 的游戏，那我在这个游戏里面，我比如说一个大鱼吃小，我要怎么样去呈现系统拆解？那简单，我就是把我刚刚的心智图，把它放在那个游戏一开始出现的地方，然后评审一看到，很明确，这个就是我有系统拆解。好，然后我资料表示我这个它的生命指数、它的分数什么，就用图表呈现，然后甚至有一些变换的刺激的方式去做处理，那就。我的分数在资料表示的部分就会很明显的直接显示数字的大，所以你就这样子去做一个分析，包括一个好吧，那设计思考怎么在这里做呈现，一样可以做出。好，所以这几个工具是非常非常好用，在科技课甚至在其他领域几乎是万用的一些方法。好，那我想这部分好。
最后那个自主学习的部分跟透射非常的有关系。当年为什么体会到这个透射那么重要？当年我女儿在学画画的时候，她学到某一个程度之后，那个画画班的老师跟她说，就是她遇到瓶颈，没办法提升。那刚好在稻香国小那时候有办那个绘画比赛。那我就有去问说，到底那个评审都是怎么样去看待那个学生的画画作品？那我就会知道，评审就跟我讲他们判断画画的一些规准，所以我就把这个规准，比如说构图，比如说色彩，我就会把这些规准直接跟我女儿做分享，然后我跟她说一句话，说评审都是这样在看待你的作品，所以你的脑袋，那个。配色，布局这些东西，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在你画画的时候，你的脑袋就要把这些规准放在里面。你一边画，就要一边检查，我自己的图这个布局 O 不 OK？我的色彩这样子会不会能够表达我心里面的感觉？所以只要他的心里面，他的脑袋有这个规准，有这个有色的眼镜一直放在那边，随时去监测自己的作品。他其实就会有自制的能力，所以他就学到这个后摄的能力，所以这个能力其实不能是可以去培养的，但是你就是要透过老师适当的去做引导。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课堂会把这些重点摘录出来，那让小朋友去学习，那这个是比较成熟的小朋友会学得比较快，好，所以他以后就是有这个能力之后，他会自动化监控。那你再给他适当的动机，他有了动机，有了自我监控的能力，这个小朋友以后会完全自动化，你完全不用担心他的学习，所以这是我非常推荐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在课纲里面他也有强调这个部分，所以希望各位老师有机会把它融合在里面。好，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已经24分了，所以还有5分钟。那我想把这5分钟留给各位。那我把时间标出来。各位不晓得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疑问或疑难杂症，交给老师，谢谢。老师，你的讯号好像很不好，都听不太清楚。这样好一点。刚刚还，这样有比较好。刚刚完全是跳动的状态。好，好，OK。那个我看一下老师的问题哈，那个有推荐的心智图书籍吗？那个各位老师，我有录心智图的影片，教学的影片，那我分享一下好。虽然我慢慢会开始录很多了那我觉得，因为外面的心智图书籍比较是属于商业操作的部分，那各位不妨直接看我的影片，我觉得比较直接，能够看到精髓哈。那我最近有录了几片，就是用心智图来学习的部分哈。你只要直接打邱文胜，然后打 YouTube，应该就可以看到我的频道哈。
啊，那我的频道里面最前一阵子才刚录完这个心智图学霸首部曲啊，我是用一个学就是上网学习阅读理解跟图像记忆的部分来跟各位分析心智图的用法，所以我会从前面怎么样，就是在大海里面如何去阅读，然后做出，用心智图做出简单的摘要架构，然后呢，做出简单摘要架构之后，如何协助你做记忆跟背诵，然后会有一些特殊的门道跟方法啊，那会让如果各位老师学会，或者你教小朋友学会这个概念的话。其实学生常常用这个方法，他很容易就变成学霸啊。那心智图的概念其实非常的广阔哈，各种场合都可以用到，所以我几乎万事都会使用心智图。最近其实这几年我都很少做简报哈，那这个部分跟各位做分享啊。好，那接下来，我继续看一下哈。接下来就是真的拜托老师要提升那个科技教育的层次。那另外就是说，有老师会反映说，那个国小科技课因为没有课纲，所以课发会不一定给实时哈，所以课堂数可能会增减，可能会减少，或者是甚至没有。那我觉得你可以用我讲运算思维跟设计思考的这个部分的案例去说服学校，就是说，因为这个。运算思维设计思考，它是跨领域的通用能力。你一旦学会这个能力之后，任何领域都可以用。所以甚至不能是降低科技领域的时数，而是甚至连别的领域的时数都要分一些给我们用。哦，我是这样的想法了哈，因为这个能力实在太重要了啊。好，所以教师共备啊。如果惠美老师愿意带的话，我当然是愿意参与啊，这个没有问题哈，只要有时间都可以参与。而且像这种教师共备的课哈，也算是我的业务。我今年应该8月可能还是会回教育处网络中心，所以这个算是我的正式业务。所以当然是非常欢迎。然后既然是正式业务，我也可以用上班时间做，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对，我知道心智图有很多那个孙逸新老师的作品哈，早期我也是有稍微看过他的书哈。那不过，各位不要，就是跟心智图你学到他的精神就好，你不要被商业心智图的手法去限制住，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任何的工具，你抓到他的精神，然后纳为己用，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做一些变换。那个才会是你真正的东西。如果你一定要按照他们商业心智图的操作，什么线一定要椭圆的啦，一定要连着中心的主题啦，一定要什么颜色啊，这个我觉得没有必要哈，因为那个会完全干扰你的心智的运作啊，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所以我把它区分，我的叫做实战心智图啊。好，那英才网的知识哈，那我刚刚有给各位那个。我给各位的心智图的图的里面哈，我把画面分享一下。我给各位的档案里面还有很多我没有讲到的哈。好，那在这里面呢，包括我就顺便把它讲一下哈。好，那个这里面我有给各位基础型的 Scratch 怎么带。好，给各位的软体程式里面，就是我一般去教基础班，我会这样子教哈，我会习惯从内功教到外功哈，我比较喜欢这样教啊，所以我会先分数位输入输出就是数位，所以我先教输出因为可以直接看到你控制模组元件我会比较有感觉哈。然后再教
那个输入数位类比的输入，好，然后让他们去了解感测器的特性。然后这些，因为这四种是属于通用型的，所以通用型的我先教完，我才会进到下一个礼拜我要讲的，就是使用函式库型的。那这些函式库型它的也是有通用的方法，就是你其实只要去看积木就知道你的线要怎么接，然后配合上次讲的模组都要通电，所以你那个 G 跟 V 已经会接了，所以你只要看积木就知道你的讯号线要怎么接哈。所以大部分都可以这样子做解决，然后另外就是一些其他的云端的部分哈，这个我就会放在进阶。那另外有一个部分也会放在进阶，就是有关大电马达的部分啊。为什么？因为这个会大电，如果你是讲到那个100亿继电器的部分，它会有危险，所以这个部分都需要特别注意。那我或者是会那个大接那个12伏特以上的电，可能会把它用到烧掉的部分，所以我都会另外把它放在进阶的部分才去讲这个部分。好，那就进阶的云端的 AI 这些部分。好，那这是我在教学的时候，我会有这样的一个顺序啊。这个，你看这上面的诀窍，都透射认知、自主学习都有给各位。然后硬体的选择会先选同类的，会先选一个来教，教完之后再把那个类的特性再跟大家做说明，然后那个再依据不同的情境去选择不同的感测器哈，然后其他硬体就是类推，然后再给他情境，他会去挑哪一种感测器，然后你的创意想象的，就是甚至你同一个，比如说麦克风，它不是只有侦测声音哦，它连吹气都可以，所以你可以去想象各种感测器的不同的类型的应用啊，所以这些都是可以去做处理的。那先教学的顺序这边有给各位建议啊，那它当然会有它的好处啊，然后一些秘籍啊。好，那这是我教一般课程的流程。那刚刚有提到那个，如果是英才网这边哈，这个都还没有放到英才网，之前讲一讲之后，后来就因为有一些问题，所以我就后来就没有继续联系，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有放在英才网的。然后我是这个部分就是用主题型的，所以我会用一个小主题去个别去学那一个概念啊，比如说跳跳马里奥去学数位输入，然后就先布题，然后布题完就是去制作，然后这个学习的内容就是主要就是学接线跟数位输入，然后最后会跟他做讨论啊，就是回到我刚刚那个秘籍的部分。然后所以我就每一种概念，我就会安排一个主题，每一种概念安排一个主题。等他初步的单一模组、单一概念学完之后，会进到复合概念啊，就会给他类似这样的主题，玛丽有只小绵羊，然后他会同时混有数位的输出入，然后什么光线调色盘，他会同时混类比的输出入啊，所以就会概念会叠加，一直叠加上去啊，叠加上去，然后另外就会有比较大型的进阶的啊，进阶的就会把设计思考那些运算思维那些把它带进去啊，那这个是这一张表是没有发布过的啊，各位自己可以用，都随便你用都没有关系啊。那也没有很完整，因为后面没有写哈，后面就没有写了。那所以其他的部分各位也就自行参考啊。那个 PBL 跟那个知识节点这个其实是类似的啦，类似的。那其他各位应该都我今天都有带各位看过了。好，那这个部分我想就先讲到这边。好，那。好，非常感谢大家，拜拜。有任何问题再私下联系的哈。好，拜拜。我们7月14还有一堂哈，7月14还有一堂，拜拜。
人是要拿着香供奉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欢迎提供一些回馈啊，有任何意见也可以给我改进这样啊。是，对。啊，7月14号的课程刚刚有稍微提到，就是针对那个进阶的技术大电的处理啊，大电的处理还有简单介绍一下那个 AI 跟网络运用那边的部分啊，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针对我们如果在学校想要说服长官，或者你是在教育处要做推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让你的推动的效能能够最大化，可以放大你推动的效果，然后又可以让学校啊、学单位可以有很好的效率，这样一些实际案例的分享。对，谢谢。喂，啊，谢谢老师。好，拜拜。哎，老师，那这样录影会不会有问题？了解。好，谢谢老师，大家再见。